马龙跟那个叫李湘秀，应该是。对，这男，这韩国这哥们叫李湘秀。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韩国釜山设计体育馆为您转播2013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半决赛，是由中国队对韩国队在上半区。那么您看到的是第四盘的单打，也就是双方第一主力的相争，是由中国队的马龙对韩国的本场比赛的一号主力韩国的李湘秀。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情况。那么韩国队和中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相遇，在前三盘的单打当中呢，是首盘由中国的马龙3-2战胜了韩国的徐贤德，其中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徐贤德是2-0领先于马龙，马龙呢是连扳三局。第二盘的单打，中国的许昕也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战胜了李湘秀。第三盘的单打呢，是中国的严安0-3负于了韩国的21岁小将郑荣石。那么这样在前三盘中国队韩国队打成2-1，这是第四盘的单打，是由中国的马龙对李湘秀。我们知道现在韩国队啊是处于一个大换血的一个状态，就是以前的老将像吴尚银、柳承敏，包括削球选手朱世赫，他们都已经退出国家队了，但他们还打俱乐部的比赛。今天呢，像吴尚银、柳承敏他们都在现场来观看自己的师弟们比赛。另外呢，韩国队现在呢是完全新的一批年轻的选手来和中国队对抗。从今天的比赛我们来看，真的是如履薄冰。从第一盘马龙对徐贤德的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艰难艰苦，因为韩国队的这批年轻运动员他不像老将，像吴尚银、柳承敏呢和中国队已经打了10多年了，说真的也真的是输怕了，也打服了。但是这帮年轻的选手像徐贤德、李湘秀啊，包括郑荣石刚才战胜了严安，他们呢可以说在以前的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包括公开赛当中都战胜过马龙，包括张继科也输给过徐贤德。所以我们对于韩国队这帮年轻的优秀选手不可小视。来看看今天的角逐。李湘秀的世界排名呢是第62位，她是1990年出生，今年23岁。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巴黎世乒赛，她是在混合双打半决赛当中击败了中国的一队选手进入决赛，获得了混双的世界亚军。而马龙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是中国现在马龙、张继科、许昕被称为三驾马车。马龙现在最新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韩国队现在年轻选手啊是势头凶猛，球风犀利，在比赛当中啊常常能爆发出很强的这种威胁和杀伤力。好球，马龙这名选手呢应该说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在第一盘和徐贤德的比赛当中啊，其实他在0-2落后的时候已经很困难了，场上的局面非常不利，但是他还是能够心静如止水，在场上一分一分的扳回来，
这说明马龙的成熟与进步。所以今天第二盘，作为担当一号主力的马龙，还会经受对方强烈的冲击。看看马龙今天啊是怎么去应对。我们知道韩国这三位选手，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李湘秀、徐贤德这两位选手，他是以凶狠为主。郑荣石就是刚刚赢延安的这名选手呢，他是以稳相对稳健为主。好球，这个球难度很大，马龙是用侧切啊，反胶我们知道弹性很大，侧切的这个要求就更高，这需要在刹那间能控制对方的旋转，然后切得又薄又转。马龙现在第一局还落后一分，高抛发球，因为像马龙他们呢打这个李湘秀他们的球呢，还不能说像对原来的老将朱世赫、吴尚银还有柳成敏那样了解，因为年轻选手呢他的球路是比较生僻的，所以有一些需要在场上很快的去调节。哎呦，非常凶猛，大家看到这板球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拿下了最后一分，而是在近台的一个快速抢拉，这样第一局韩国选手先胜。稍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比赛。酷先锋，酷先锋，酷先锋，哈尔滨啤酒街舞争霸赛，我在这里，你在哪里？让我们一起为街舞疯狂吧！喜力啤酒敞开新世界，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喜力啤酒，敞开新世界。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韩国釜山设计体育馆进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半决赛。刚才马龙在中场场外指导的时候，刘国梁教练也是说得很精辟，因为马龙在第一盘单打是0-2落后追了回来。那么这场比赛刘国梁就是希望马龙能够流畅，能够释放，还要有一些血性在场上，拿出状态。又是一个侧切的下旋球，这个球呢光用莽撞的这种冲杀肯定会失误的，而不知道这里面马龙在侧切的时候这个球是非常转的，带有强烈的下旋，侧下旋。那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呢是两年一届，亚乒赛创办于1972年，和亚运会、亚洲杯并称为亚洲乒坛三大赛事。马龙再放，这次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是从6月30日到7月7日在韩国的釜山进行，共有来自亚洲27个
国家和地区330名运动员和官员参赛，其中男运动员103人，女运动员90人。团体赛我们看到争冠组呢，一共有6个种子位置，也就是世界排名在前6的协会的队伍呢，是直接进入争冠组的比赛。我们看到男子有直接晋级争冠的比赛，有中国队、中国队、新加坡队、韩国队、中华台北队、中国香港队、伊朗队、日本队。那么伊朗队呢，是通过前面的比赛争取到这个8强的一个席位。另外还有一个印度队，也是通过前面的比赛之后呢，争得了8强的一个位置。这样，前4名，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韩国队是胜了新加坡队，那么中华台北胜了中国香港，比分是3-2，日本队战胜了伊朗队，晋级到前4。大家看到这个李湘秀呢，他作为韩国队新一代运动员当中的1号主力，那么他的世界排名呢是62位。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输给了许昕，因为许昕呢作为直板运动员又是左手，所以很多变化可能李湘秀呢还未必能够在场上很快的适应。那么跟马龙的比赛，应该说李湘秀的凶狠啊，他的快速，包括他的一些不讲理的打法都会出现。现在马龙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定要在场上强大起来，不要被对方拼软了。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5-7，第一局是韩国的李湘秀先胜。现在李湘秀呢是叫了一个暂停，那么本次比赛中国队还是派出了绝大部分主力，男子除了张继科啊临时退出没有来参赛，另外就是王浩因为刚刚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所以没有来到韩国釜山。那么来参赛的男运动员就是有马龙、许昕，还加上您延安、樊振东和周宇。郭良真的是一个很睿智的教练，一直在给这个马龙解压甩包袱啊，因为咱们大比分还是2-0领先，还是要放开去拼而不是被拼。马龙在接发球控短之后侧身抢拉下旋球，这个球呢衔接得很快，这是韩国队的主教练刘南奎。好球，在这个环节当中马龙是频频得分。
其实马龙呢也没有太多大发力的一些很强硬的一些技术啊，只是还是注意快速的衔接球。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是8-9，韩国队现在又叫了一个暂停。啊，现在是中国队叫暂停，刚才是韩国队已经用过了暂停。我们看得出啊，国良教练还是拼命的希望马龙，希望自己的队员能够调动起来，兴奋起来啊，不要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在享受比赛。但是说到享受比赛，达到这个境界还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来看，现在比分是8-9，发球的是韩国的李湘秀，马龙摆短高了。这两个球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李湘秀呢，在马龙接发球摆短的时候，其实球出台，但是李湘秀呢，他没能够及时抢拦，而是回搓被马龙上手。这个球李湘秀拉的弧线超低，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反拉的难度就太大了。现在9-10，发球出台。这个球非常意外，因为李湘秀发球出台，但是马龙呢，他出手出得太快了，啊，没有一个停顿的时间，所以也很难控制这个球，一下就把球拉出界。好的。这个球马龙也是硬着头皮坚决侧身抢攻这个上旋球啊，对方是接发球反手拧起来，但是马龙毫不犹豫的坚持侧身抢拉反拉上旋球，11-11。哦，在相持当中，李湘秀率先发动，赢得主动之后呢，侧身快速进攻，正手进攻直线。这个球啊是捋着网子而过，贴面而过。哎呦，这个摆短又低，李湘秀的摆短成功。低短两跳在台内，马龙呢判断失误了，有些犹豫，这样韩国的李湘秀现在在第四盘的单打当中2-0领先于马龙。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酷先锋，酷先锋，酷先锋，哈尔滨啤酒街舞争霸赛，我在这里，你在哪里，让我们一起为街舞疯狂吧。
在杂乱的冰箱内寻找想要的食物。门上独立空间，常用食物轻松拿，取放自如，舒心自在。门中门魔力空间，让勇敢充满自己，为前行，为明天，为胜利。狼牌特区，船自古寓意一帆风顺，船型底座设计，官运非同凡响。盘的单打，马龙对李湘秀，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三局，前两局呢是马龙0-2落后。那么现在中国队对韩国队的大比分呢是中国队2-1领先，第一盘马龙3-2胜徐贤德，第二盘李许昕胜李湘秀，第三盘是严安负于了郑荣石。这样第四盘单打马龙对李湘秀。那么我们知道马龙啊，在第一盘和徐贤德打的时候就曾经是局数0-2落后。那么现在到了第四盘单打，马龙呢又是以0-2落后，当然我们相信马龙也不想0-2落后，但是看看马龙还能否像对徐贤德的比赛那样力挽狂澜，扭转被动的局面。这个时候啊，就是要给自己增加自信啊，需要调动，不要一味的纠结在场上，要有一个很积极的一种精神面貌和想法来面对场上的情况。马龙的发球偷袭直线很成功，但是呢在跟进的时候，大家看在跟进的时候呢，马龙还是略显得有一些沉重啊，不能够迎前往前冲往前顶，重心呢往下坐，所以球是擦网出界，现在在第三局打成3-3。连偷两个底线长球，是一个很急的上旋球。马龙呢是用正手侧身接球出界，现在比分是3-5。大家知道这次啊，韩国队啊现在已经整个队伍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还有全新的阵容。因为韩国队在伦敦奥运会之后啊，他的老将吴尚银、柳承敏、朱世赫全部退出国家队，所有的人员全部是新人啊，其中就是徐贤德、李湘秀、郑荣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郑荣石是胜了严安，这是第四盘的单打。马龙侧身，好的，我想现在马龙啊还是非常需要在场上能够提气啊，就人的这口气不能泄下，一定要绷住啊。实际上他的综合能力、比赛经验啊，他的球的细腻程度远远要好于李湘秀，这点要坚信。
好的，现在机会又来了。因为年轻运动员他就是这样，他的起伏在于他的思维方式，因为在他即将看到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反复，出现起伏，所以马龙可以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个时机。你看这个球啊，虽然马龙是拉失误了啊，但李湘秀这个每一板的拉球是加了保险当中的保险，哎，都是很薄很轻。你看这个球，第二板这球完全是一个没有太高质量的球，所以马龙还要注意人呢，整个身体要往前靠，迎前注意对方的一些薄擦的弧圈。刘国梁教练也是非常着急，因为所有的教练包括场上的比赛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每一场球都希望去争胜。好的，马龙摆短之后迎来了正手抢拉下旋的机会。好的，又是一个侧切的一项技术。这个球啊，也能看出马龙的细腻，马龙的手感啊。我们看他拧过来，板形是撇的啊，撇过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球裹住了，然后就产生了侧下旋、侧旋。现在马龙把比分反超，9-7领先。这样11-7，马龙11-7扳回了一局，前三局打成了2-1，稍后见。运动有你，勇闯天涯。雪花勇闯天涯，透气爽朗，清透软弹，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运动快乐，让勇敢充满自己，为前行，为明天，为胜利。狼牌特区，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的第四局比赛。那么现在两位选手的情况非常明显啊，就李湘秀是一个搏杀性的运动员，他的正手搏杀的比较凶，侧身的威胁很大。那么从马龙的角度呢，一个是马龙还是要控制对手的进攻，其次呢自己要组织一些进攻。好的，所以我们总说中国队啊，他的水平之高，实力强大，那么他水平高到
到底比国外选手高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他的技术功底，他的高招。其实从技术特点上来看，马龙这场球并不是太难打，对方的反手实力一般啊，正手有很强的搏杀，所以是对控制对手，就是对方的这股势，对方的这种凶狠的搏杀球尽量少让他打出来。那这个就没办法，就马龙的控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搓得太高了。好球。所以我们想刚才的第三局马龙其实是一路是落后，但是后来呢在后半局的时候突然一下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第三局，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就马龙的水平高，中国队的水平高到底高在什么地方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和对方我跟你比力量，或者我跟你比旋转，我跟你比的是综合能力，比的是技巧啊。这种球你看他的马龙的发球一个变化啊，不见得马龙的旋转有多强，但是他的这个变化就能够得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韩国釜山设计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2013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半决赛上半区，是由中国队对韩国队，现在比赛进入到了第四场。在前三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1领先，就是第三盘延安输给了郑荣石，第四盘的单打就是由马龙对李湘秀。现在马龙呢虽然是1-2局数落后，但是整个比赛看起来并不下风。马龙反手发，好的，我们知道马龙啊是一个实力特别雄厚的选手啊，马龙虽然力量不大，但是呢他比赛的这个后劲儿足，在乒超联赛当中也是成绩排在第一最好的选手。这样马龙11-4拿下第四局，这样双方在前四局打成了2-2。稍后的第五局呢就是迎来了双方的决胜局，我们对马龙是非常有信心，稍后见。匹克 TP 耐战靴搭载梯度加速科技，为脚掌施力重点提供高弹力反馈。 TP9 就是速度， NBA 官方市场合作伙伴匹克。
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FunTech 卓越科技，让你驰享无尽乐趣，一起乐动世界。FunTech on the。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为您介绍双方的决胜局。马龙跟李湘秀的比赛在0-2落后的情况下，现在追成了2-2，这是双方的第5局。啊，李湘秀搏杀性很强，但是他的搏杀能力在于他的上旋球。那么从第4局开始，马龙呢，他在控制的方面很有效果，啊，他就是让李湘秀呢现在想发力发不出来，而且呢他把节奏稍微放慢了一些。哎呀，这个球马龙接发球侧身，看似一个机会，但是出手的时候还是大意了，啊，球拉过去不够贼，落点不严谨。拉住反手，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呢，前四名呢，男子团体在上半区就是中国队、韩国队，下半区我们还会为您带来中华台北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女子团体啊，决赛呢是由中国队对中国香港队，我们还将会在今天晚上为您直播这场比赛。现在李湘秀呢，他有一些技术就是过于凶狠，凶而不稳啊，稳健的球呢就是中性球太少。啊，又是一个偷袭啊！大家看这个偷袭这个球为什么能够晃着，能够偷着马龙，就是因为这李湘秀他在发球一抛的时候呢，他首先这个身体包括动作脚上脚下啊，他都是一个发短球动作，然后往前靠的时候呢，手突然打了一下啊，撞击这个球使球发长。哎呦，马龙今天这个侧切算是救了他了，但是也由此看出呢，就是李湘秀对这个乒乓球他的理解能力，他的解读和阅读能力还是有很大差距啊。就像这样的一个侧切的球，你可以有一个失误，在高水平的竞技比赛当中，那你一而再再三的出现同一个失误啊，证明你的球太粗糙，还是调节能力也不够好。那么有这样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我相信马龙不会再给李湘秀机会。
现在马龙呢已经逐渐的将比分拉开，7-3。现在马龙还是不能松啊，因为对方呢是搏杀凶狠球凶狠型的运动员，所以马龙呢前面节奏控制得很好，但是在领先的时候我想呢反而需要一些进攻的技术。那么在马龙0-2落后的时候，其实这两局包括第五局整个就是李湘秀自己的一些无谓失误非常的多，那么原因呢可能有很多，一是想急于立功，第二呢李湘秀的这个球呢他还是显得不够全面和丰满，因为中性的球太少啊，就是和别人交上火的球中度发力的球太少，全部是两极分化啊，两极分化就是要么特别轻要么特别重，这样马龙不负众望在0-2落后的情况下再一次翻盘3-2战胜李湘秀，这样中国队在半决赛当中3-1战胜了韩国队，晋级了亚洲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真的非常值得细细的回味啊，从中国队包括到韩国队，我想是值得总结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先为您介绍到这儿，是由杨颖在韩国釜山为您做现场解说评论，我们还会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亚洲锦标赛的一些其他比赛的直播。